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2:53。今天加权指数收盘涨40点，啊，今天40点。早盘最多的时候涨到78点，啊，很可惜开高还是压回。可是跌两天，今天全部就回来了。所以前两天下跌，林德燕一直告诉你，金萝卜，金萝卜，金萝卜。你看多少是在恐吓你。只有林德燕鼓励你赶快下去买，两天播，今天一天拢都回来。道琼昨天又创历史新高，一天160点，28天总共涨了1450点，有强无？高点还在喷出，高点还在喷出。昨天欧洲英国9月份的失业率创下42年来的新低，整个欧洲股市大涨。台北股市怎么会有跌的条件呢？想也知道，是不是？其实你不要被指数给困惑住。我一直跟大家讲，重点都在个股啊，重点都在个股。昨天美光大涨3%，低润 DDR3 4G 的报价4.88美元，又涨2%。整个低润股的产业还是持续的活络，任何压回都是好机会。对不对？旺宏、华邦电、南亚科，去管它卖去堆挖金。6239历程压回来都是好买点嘛，是不是？咱88块讲的，到今嘛，已经到96块啊。104块的高点会不会来？你等着看。有买无买我唔知。我们88块钱 VIP 会员买的，你有买的你恭喜。你如果没有买的，帮我们加油好不好？3260的威刚。今年赚一个股本，我81块开始讲的，光是前三季已经9.8块了，全年一个股本跑不掉，100块来未？倍比才8倍而已，100块来未？我今天跟大家讲过哈，3天之内缺口补不掉，你等着看它喷出，啊，你等着看它喷出，所以你不要被指数给影响，重点都在个股。昨天美国的 Clean 大涨了 16.4%， 美国最大的 LED 公司昨天大涨。今天我们在强棒初级里面跟大家分享爱迪生，不是吧？差一条涨停板，差一条涨停板，每股净值25块。 LED 公司最近很多都飙涨，春营要买叮当，每股净值25块，这个也是压回都可以买。强棒初级是林德燕协助大家短线赚钱的诚意，探情料爱跌，加入大部队做大部队的操作。你看汉语博德，菊汤股的汉语博德今天 19.4 了，咱顶礼拜五讲了涨停，涨停给你过去，这样一礼拜又过23%。股票市场赚钱是很容易的，重点是你方法要对。集团做账在每年财报发布期间都是重头戏，啊，都是重头戏。对，包含金城科也是，啊，包含金城科也是。光宝集团的光宝 ，double 爬出来啊，开始叮当啊。昨天又外资又买了5000多张，今天开高走低压回，压回买点在哪里 ？double 个嘟出来呢。8358金居也是，铜价创新高之后，金居存最后一波。今天52.8，高点53，只要53块给，会喷出去哦。金居注意哦，黄金交叉也出来了。我找的都是底部的绩优股，一档又一档底部的绩优股。只要你敢跟，其实像这种底部绩优股没有什么风险啊。既然没风险，啊，你要惊什么？可是，一旦涨起来，就是怎样？50%的赚。你看今天行情内底。纯生不叮当啊，啊，纯生又来了，纯生又来了。6121的新普昨天压下来，我们 VIP 会员继续加码，174块，今天179块，一天又过5块银，一张5000块，十张50000块，一天而已。会费不是重点，要能够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啊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一点点的资讯费不要舍不得花。你看我们156块买，今天179，
十张二十几万呢，十张二十三万呢，最高来到188，188还过来喂，你等着看啊，你等着看，你等着看，强势股很多，重点是方法你要对。台积电今天下午法说会，第三季 3.47 又是好成绩。3008的大力光给你起150块，这两支吐掉的，这个盘就稳来了嘛。今天友达也开始加入战局了，友达给你起要3%，成交量15万张，友达群创间开始在动了，这个对于大盘的成交量的带动啊，会有很大的效果啊。这两支股票再来你要注意哦，友达12.5徛在会开始喷出去哦，今日量出来哦。你如果真的信心建立不起来的，会惊的，免惊，卡来找我。只要一个月费用，你只要出一个月费用，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大赚到农历年，平均一天无爱一个便当啊！啊，大概要5个月会期。我们的服务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祝您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